黎明来到，月光破在巷弄，同行一内我见一时多感命，客家满聚只要满晒多烦恼，我要为我爱恨我。太棒了！那你在意大利的时候，你还有没有在这个有什么样的场合可以唱一首香港这样的歌呢？你回去离开香港之后，还有没有机会唱过啊？在台湾的时候去参加活动，有，意大利没有。嗯，有没有想？有没有想过这十二天的抗议的时候，你也会现身对吗？你也会去对吗？都会去了。嗯。你会不会在现场表演这首香港人喜欢的歌？嗯，会。有一天算是演唱会，不会唱。我叫 Stefan， 是意大利人。其实已经我去过香港，是去参加你们的社会运动，待了四个月，天天去参加游行，集会，跟你们一起抗议。我是男高音，所以我的抗议方式就是唱歌。今年一月份。我离开了，因为疫情的关系逃走了，不是因为抗议的关系逃走的，但是事实上走了，在台湾待了六个月，然后因为签证到期，就回意大利。我在意大利生活很单调，平常我在意大利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可以帮助香港的，但是想到了意大利有我的朋友，他也是去香港看这个社会活动，他是意大利的政党叫 Radical， 中文应该是说激进党。嗯，他是这个政党的运动家，所以想到了可以一起办活动。是你在香港的反送中运动的时候，包括我和其他很多媒体都采访过你，而且你也在一些大型的活动上去给香港人唱反送中运动的歌，你现在还记得那些画面吗？我在台湾的时候唱过那首歌，台湾有时候也有活动，我去过，那个时候也唱了那首歌，我还是记得，但是在意大利没有机会唱，可能我们在我们办的活动才有机会唱。嗯，所以你回到意大利的时候，你还是心系香港人对吗？刚才我听你讲过，你还想跟你的朋友一起在意大利搞一些声援香港的活动是吗？我对香港的立场没有变化的，只是离开香港以后，没有特别的机会或者方式可以帮助香港的。但是，当然我没有忘记在香港的发生的事情。没有忘记香港的手足。手足的。你们好。好。Patricia， 不好意思，我的中文水平不是很好，他的更好。我叫 Patricia， 来自意大利，是21岁的政治活动家。我们
我们现在跟我的政党 Radical Italiani 关心意大利国内外的人权议题，仅仅十年，我们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社会运动，包括支持西藏跟法轮大法的支持抗议，以及为了承认台湾为国家的国会辩论，还有香港的抗议运动。所以现在我们说计划预备一个运动。是我带我们香港的朋友非常非常的感谢你。是听你刚才讲过你的中国的名字叫白华是吗？白华。我的就是白华。白华。嗯，我想可不可以是你给我们香港的朋友也介绍一下你们这个活动的具体的情况呢？我去过香港，在那儿，我跟很多人说话了，所以现在我在写一本书，我关于香港人，所以。我想帮助我想去香港帮助，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要在意大利被隔离，因为疫情，所以在这里我们是帮助你们，为了呼吁释放20名被迫深圳的香港青年，十二还开始我们单办12场活动，包括追射抗议集会游行，地点为广场以及中国大使馆跟领事馆，有些团体代表被中国政权打压的社区准备参与。十二场的运动什么时间开始呢？什么时候开始？12号开始。嗯。连续有12场活动，每天有一场。每天有一场，那是不是要延续到12号到12，是延续到24号，可以这样说吗？对，没错。嗯。12号开始，12天，每天有一场。嗯。24号结束。我们希望很多人看我们。参加。嗯，可能每一场活动几百人吧。对呀、啊。应该吧，因为这个城市挺大，这个托利诺是一个大城市，在意大利算是大城市。嗯，那你有没有当地的香港人，或者说支持香港的团体来参加呢？有，但是不多。我们知道很多中国人回来，中国人他们在意大利，因为他们想建议这个活动是因为Hong Kong is arrested in China。被 call 的。12个香港人，支持他们，但是因为对这个事件了解的
意大利人了解的很少很多，所以基本上是算是一个机会，放弃对中国共产党的情况的意识，放弃这个意识，所以要从基础的，从基础开始介绍香港的中国的情况。明白。那你们觉得就是中共这个政府是不是应该释放香港12个香港人呢？就是你们，也就是说你们在中领馆抗议也想向中共政府表达一个什么诉求呢？没有，因为我知道他们不管，但是我向意大利的政府说，这中国不对，因为我们的政府太喜欢中国，所以每天我听我的 Mr. Legacy 外交部说中国很好，他们的政策很好，所以我我不同意，我真不同意，他们不知道，他们不了解，所以我想跟他们说，这个十二，运动家很重要，他们的命很重要，所以这是我们的意思。是白华，你也是去年你来过香港是吗？是，我去年去过。是不是在反送中运动的期间你来的时候，还是在那个时候对吗？对呀、在那儿我跟很多人说我拍照了，我写很多消息，新闻报道。因为在意大利我们没有新闻像香港的情况，所以我去过，因为我是自由的记者，所以我写了。连主要的意大利的主要日报报纸都不敢报道太多，因为大家都很爱中国的心。在香港的时候，你看到香港的年轻人抗争的画面，其实给你留了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Impressive。我不是理解你。un giorno sono stata presa di mira dalla polizia。有一天有香港的警察来攻我。Era una manifestazione non autorizzata。是没有被警察没有受到警察的许可的活动。E io stavo con i giornalisti a firmare。我跟其他记者一起拍照、摄影、报道。E la polizia ci ha fermati e sbattuti contro il muro。
经常跟我们叫我们坐在前面，我不能动，不能走。Io continuavo a dire che eravamo giornalisti e non manifestanti e che dovevamo poter fare i nostri lavori. 我继续坚持解释，我们是记者，所以有权利报道，是我们就是我们的工作。E lui ha continuato a urlare in cantonese a sbattermi la telecamera in faccia finché non hanno arrestato quasi tutti i manifestanti quel giorno. 结果，他们继续否定我们的权利，结果他们扣了所有的记者。È una signora anziana si è avvicinata dopo perché io mi sono messa a piangere, sono caduta e mi sono messa a piangere. E una signora anziana è venuta e mi ha abbracciato. 后来我开始哭起来了，有一位女士来安慰我。我太喜欢香恩的。我刚说到了香港人抗议，香港人的姿势很有尊严。Che c'è qualcosa che ti ha dato un'impressione particolare, ti ha impressionato particolarmente? La manifestazione davanti al carcere di Legicock, la prima. Io se show zu bei call 之后。我们去监狱前面，严格的说不叫监狱，叫收留所前面的机会，非常感动。erano 10.000 persone quando il torcio del cellulare c'è stato。有10,000人拿着手机的灯。支持在收留所里面的年轻人。Faceva un'impressione perché c'erano poliziotti armati da una parte, questo esercito di 10.000 persone dall'altro con la luce in un quaderno. 对，一边有警察，前面对面有一万非暴力方式抗议的市民。你现在你还是放不下对过去你在香港的一段故事，你是印象是非常的深刻。对我来说，过去香港抗议之前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这个事情本身一生不会忘记。最深刻的印象是。社会运动并不是销售白现象，运动是一般市民带着一起开始进行的。我记得路边有一般人大家都合作，一边有警察，一边有市民。有年轻人，有女生，有大家都找到了一个给你一个对人类很好的情绪或者感觉，不是一个人对面对。警察、政府是大家一起合作，这个感觉是在意大利的运动也很少。嗯，
所以你觉得香港的人过去这场运动是齐上齐落，你知道吗？齐上齐落这些意思就是大家一起上一起退，就是都是一起上一起退，就是所有的香港人都是这样的一个活动，这样一个信念吧，这样一个信念。是那 Stefano 那你在意大利你其实还想就是为香港人做多一点对吗？我做多少都做不够，但是对现在有机会，我的抗议方式就是唱歌，所以我会在他的活动演唱。意大利人应该没有听过香港他们的歌，应该从基础解释是什么歌。其实会很好玩。其实你们想为香港人把香港人的故事告诉多一点意大利人和意大利的政府，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有太多事情想解释，但是开一个小时的活动都受不了。但是政府本身他们已经知道我们的意思，问题是愿不愿意听我们的话。那你问他的活动中之一是他本人的爵士抗议，就是说你们这一次之后还会发起爵士抗议，是这样理解吗？12号开始，我不敢。12号开始，12天不吃东西。白华，你呀、啊？我回不去了。啊？我知道，我放了。最近做过，以前做过4次，4次，这是第5次，希望会活下去，我不敢做。说12天绝食，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以前你有没有试过啊？试过，活下来了，所以希望下一次也没有事。那你除了绝食，就是你是在那里参与一个小时的活动之后，然后你就会来继续工作生活的这样一个绝食，你不是一直坐在中领馆前面绝食对吗？对，他有很多活动，所以不是24小时站在一个，因为有太多活动要办，太热。那你得去打你打。他也会访问其他城市。访问其他城市，你的议题也是同样是关注香港，和你刚才讲的西藏啊、法轮功啊、新疆啊，这些议题吗？就是所有的议题，你都在一起来关注的，是吗？对。台湾人，法轮大法的事情，sapessero che la loro causa è a 10.000 km di distanza, ma ci importa come se fossimo lì。让大家知道，虽然香港离意大利很远，我们感觉上是一个意见很近的事情，像自己的事情一样的关心。Che
Essere qui giovane attivista politico come lo sono io è una cosa brutta, invece a Hong Kong si vede che cioè, i maggiori leader della protesta e chi alimenta la fiamma della democrazia è molto giovane, quindi dà un'idea diversa di politica e di politica attiva. Che brutto. È perché non ti guardano bene.对，我这个年轻人，做政治的年轻人来说，香港的社会活动家、运动家，是一个让我感觉。年轻人有力量改变世界，这个跟意大利有点不一样。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做政治，在意大利没有人愿意评价，因为太年轻。但是香港有不少年轻人为了自由抗议，有。那么多人支持他们，真的很羡慕他们。那个是二哥吗？12个二关哥，在深圳的香港人，他们的家人，因为我有采访过他们，他们真的很悲伤。那块高子都有点生病。Non lo so, è un dolore troppo grande, per cui non. No.不敢说。我知道，我妈妈，我在香港的时候，我妈妈每天哭了，因为她，是不是爸爸关心？他还是很多preoccupato，他害怕，他很担他，心，所以，我，non riesco a immaginare，我不，我想象不到。他们的 rabbia tristezza 他们的愤怒，他们的悲伤。有孩子，有，ci sono dei bambini lì in mezzo, sono 16-17 anni. 对，他们那么年轻。对啊，所以我不能说。我也不敢说，对。我也不确定这些活动也有帮助，但是能做到的事就努力做得到。荣誉会员，和我们一起守护香港，守护14亿中国人获得真实资讯的权利。